不用问的，不用问怎么不会，那人家的卡肯定是成本花的很高，因为人家赚的多。但是想想办法。难道我真的是死害者吗？不是我设备对的，我设备对的。现在只是网卡的问题，网络卡。汇限速的，哎呀，都不懂。内地过去，你开漫游之后，你可以享受一个 G 的高速。一个 G 什么？你如果是平时什么，只是上上微信啊，或者是这个是够的，或者看看短视频，这个是够的。如果直播的话，如果直播的话，一个 G 只能用半小时。懂吧？100G 39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要的这个 G 不是普通的 G，是高速，高速。100G 里面，前面10个G 是高速，到后面的全部是低速，不能看视频的，只能够上传微信。你懂不懂啊？你不是淘宝买，别不懂，我都到处问过了，我都到处问过了，是吧？我都到处问过了，不懂就别不要瞎说呀！我现在在急着呢，我要出门的呀，是不是？不懂不能瞎说，这个误导的呀。是吧？又是这里买，又是那里买，买回来都不能用的。我看出来了，户外主播他们每天用的网费都很多，因为他们赚的多，都是百级嘛，每天用个千八百的这个网成本嘛，是吧？我之前不知道。算了，我出门第一个地方去麦当劳，麦当劳那边有网，我在麦当劳附近蠕动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。麦当劳有网络呀，去哪里的麦当劳呢？这边的麦当劳人多，但不高级。不是，有没有哪位老板帮我充电话费，我就可以直播了？先充个100、200、300都可以。电话号码，懂的呀。
怎么这酒店的网也不稳了？为什么酒店的网也不稳了？真的惨，酒店的网也不稳。我在香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IP 是那边，是不是有人偷了我斗鱼账号？感谢298632220，我的微信是79965849。79965849，79965849。大家加个微信，交个朋友，不一定要转钱啊。不是不是，我先那个，我先登录一下，我用这个手机先登录一下，我先。充多少话费出门啊？不多的，不多的，两三百，每人来个充点就是就够了。我是实在是，不是说我故意这个割韭菜之类的，不是的，这是实在没办法，这不能出门直播是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个钱也不是到我手上，对不对？这个钱也不是到我手上呀，你说我是骗吗？对不对？充在电话费里面的呀，是吧？兄弟们，大家想想办法。79965849。不是上线了，要钱之类的。
先充50，先充50，因为有水有帮助了。50块钱，刚好是从这边走到麦当劳外面这些再聊聊天。怎么那么贵呀？啊？不是不是，人家转我的，直接我让人家充的，不是要到50，是人家直接充的，充的啊。没有转，没有转我呀，是充的。我穿一下袜子出门。你看我吃什么都是吃的很差的，看到没有？这边酒店有很多那种女的老板啊，就前台的是泰国的，还有咖喱姐姐，都说英文的。加我了，等一下。其实我不太是太高级，我还没有到成功人士，不应该到这边来旅游的。到这边旅游的都是成功人士。我怕谁进来把我衣服偷掉，所以我把衣服放起来。我把 BAP 也要放在那里。什么是 BAP？
表姐没有来呀、啊。那出发了啊！表姐，某音 IP 在上海越狱兔，你个臭傻逼，不要 P 图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庄主在不在啊？我出门吃饭，我可以吃的差一点，但是我吃饭是可以吃的差一点，但是这个网不能差。庄主能否帮你老乡我充100块钱话费啊？就当请我吃饭。昨晚我遇上了一个像女鬼一样的美女，香港本地小姐姐。如果 money 够或者网购的话，我可以遇上10个这样的人，但是有限制。我就因为这个问题，像我这样的天才节目做不起来。感谢兄弟。但是我不报名字，感谢兄弟充了100话费。这100话费再加上50可以用1个小时。有1个小时时间啊！但是我这1个小时一定要发挥的好，因为什么？你不用网的时候，你可以那个，越是这样没有网，我越会把有网的时间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要珍惜一切。现在这边是不需要网的啊。好，我现在出门，一进电梯就会要用自己流量了，一进电梯就要用自己流量，兄弟们。好，红兵，现在进电梯，好吧？我现在进电梯。进电梯啊！我先出门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漫游打开来。
什么没带，东西要带齐。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没带，房卡。